我们今天来店铺逛逛啊，看看有没有宝贝收获。老板也不知道在不在嘞，老板都没在呀、啊。老板没在，我们到那个店铺里去看。边是古玩城，这边老板在哈、啊，看一下有没有新到的什么东西啊。这个将军罐是新到的吧？这个大罐子？不是。嗯，年底到的，不是。年底到的，这个嘴上有一个虫皮，就是口上有一点。大将军罐啊，大号的将军罐，晚清五彩的人物图，大罐子。看一下画片画的是什么东西，画的是一个，这个比那个普通的刀马人好像还不太一样、啊。这是不是《三国演义》啊？三个战将，三匹骏马的一个画片啊，这个尺寸好像还可以啊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这是不是三英战吕布啊？这三个人，那边一个人，是不是三英战吕布？有可能啊，他说有可能三国题材。这底下有没有款？没有款，罐子完整，就盖子有点重皮。这个尺寸有个多少公分？40多啊。这个有将近40大几，46、7公分的一个大将军罐啊。买罐子的价格送盖子，这种盖子前面的东西在外面一少了一般是买不到的。像瓷器主要是看陆粉题材，画片，画片好肯定价格会高一点。那能还多少钱？我给你还600块钱好。我们看看别的，老板还不卖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是最低的价格，我说快嘴了，一般我们说快嘴，快手，老板是快嘴。这种硬的，你在哪里都不会吃亏的。这个样式我看一下，画鱼的一个壶，那个强光的灯吗？有没有？有。拿强光我照，紫外光其实照不到，无所谓。我的手电筒是两个在一起的，拿强光看一下，我看得清楚一点，嗯。所以好多物件我们拿电筒啊还是必要的，去辅助照一照啊，那个紫外光也看得不是很清楚，但强光基本上你很开门的地方或者说那种状态都能够看得很清楚。这么简单的我看一下就清楚了啊。如果说在视频里面或者在照片里面很多人不给你拍出来啊，其实很多细节你是看不到的，根本就看不清楚，你能看个大概。但是咱们买给你们啊，开直播或者说给你们发详图，里面都会把细节拍出来，这就是不一样，很认真负责任的跟你们讨论是和你们东西。这个细节我们看上手看完之后就不一样了，说为什么要上手，尤其是大东西，单纯大东西你不上手那是不可能的啊，只看图片是搞不定的。这个还比较完整啊，是一个青花鱼纹的一个这么一个壶啊，这个壶。行吧，你不还价，不还价你别的给我让一点，那你把这个给我拿走算了，这个我都不还你价了。今天算是新年第一次到老板这个朋友店里面来、啊、还是有点收获的，搞了一个大将军罐啊，三国演义题材，三英战吕布的一个大罐，然后呢搞了一个这个康熙的人物小碟，搞了一些这个鱼蟹纹的杯子和盘子茶器啊，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鱼纹的茶壶啊，这几个品质我觉得都还是很高的啊。这些呢就给大家全部拿走打包了啊，现在就打包，然后我们等开播的时候给大家呢再做详细的讲解和分享，都跟你们干真格的啊，玩真的干真格的，全部打包带走。弄一下，哎，这边搞了3件瓶子啊，大大小小瓶子，有这种青花人物的啊，青花开窗人物的，有这种歌又堆铁骨泥的龙纹的，都是全品啊，基本是全品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青花西番莲的，这三个瓶子我觉得品质都很高啊，给大家哎回去也去放放肉啊。哦，还有一件这个温盘啊，就是做一个温水温盘用的一个器物，这个是一个豆青釉的啊，比较少见，清中期的啊，乾嘉时期的一个精品，这种很少见，以前都是给大家用一些青花的这种样式，而且好像形也不太一样，釉色更不一样，这种少见啊，少见的东西给你们都仔细看一看，这个我也一起烧去啊。